于本田车迷和日产车迷来说，这个无上的信仰必须是 Type R 和 GTR。无论是做梦还是清醒，都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 Dream Car。只可惜，一直无法克服两大烦恼：烦恼一，实用性差；烦恼二，囊中羞涩。不过没关系，比起 Type R 和 GTR， 还有两款神车是那么的触手可及，是那么的高性价比。广汽本田凌派指导价 9.98 到 13.98 万元，全新一代本田凌派于9月份正式上市，共推出五款 1.0T 动力的车型。虽然上一代凌派长期处于不温不热的状态，销量不算很好，但整车的综合表现还很不错。当然，换代后全新的外观内饰设计，更高的配置，更低的定价，又一次点燃了这款本田高性价比家轿的热度。外观方面，全新凌派一经亮相就收获小雅阁之称，全新沿用了雅阁那套设计语言，只不过整个车身比例没那么修长。个人认为前脸 logo 的隆起部分稍显突兀，如果直接做成思域或雅阁一样，是不是更好呢？其他方面问题不大，还是很有新鲜感和年轻气息的。东风日产蓝鸟指导价 10.59 到 14.64 万。很多人认为蓝鸟就是换壳的轩逸，虽然两车的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但首先外观内饰是差距甚远的，其次动态的调教也有一点点不同，蓝鸟还是会更灵敏或更运动一点点。现款蓝鸟的造型是从2016年延续至今，一直都是同级别个性年轻的代表，并且蓝鸟身上的确继承了一些战神 GTR 的设计元素，比如 V-Motion 的前脸设计和修长的前大灯、悬浮式的车顶等。虽然蓝鸟的造型出现要比新凌派更早，但个人认为现款蓝鸟的设计感是要比新凌派更前卫的。尺寸对比，从尺寸对比中可见新凌派是要比蓝鸟大上整整一圈的，无论是长宽高还是轴距都更优于蓝鸟。如果从审美角度来看，蓝鸟更小的尺寸看起来会更紧致，而凌派的确有点点肥，上一代车型就有这样的问题。但如果从空间表现的角度来看，那新凌派就将完胜蓝鸟。空间对比，我们收集到了 1.77 米的试乘人通过常规测量方式对两车所得出的数据，可见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，新凌派的乘坐空间表现都是更出色的。其实上一代凌派的空间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，而蓝鸟的空间表现也的确是一般水平，也可能是车身的设计问题，它的空间也是有点不及轩逸的。内饰对比，内饰方面，新凌派也换上了跟思域几乎一样的设计，但其实除了高配车型配备了和思域一样的半全液晶仪表外，也找不到再多设计亮点了。不过在用料和储物空间上又体现出本田的用心，相较之下，蓝鸟内饰的亮点还是比较多的，大面积的纹路饰板，立体的音响系统，拼接的座椅，还有最重要的是运动感极强的平底方向盘。整体来说，蓝鸟这套内饰确实有别于同级的所有车型，运动感和时尚感都营造得非常不错。动力对比，两车都是全系只配备一款发动和两款变速箱，而且自动挡都是 CVT 变速箱，选起来了应该都不难。首先对于凌派 1.0T 的三缸发动机，在动力上其实不存在不够用问题，而抖动噪音其实也不会明显。至于耐久性，相信我在这里说再多也是苍白无力的，所以个人认为作为一般的家用车，这款发动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但如果你还是过不了自己内心的那道坎，也不必纠结，毕竟现在也还能买到老款的四缸 1.8 升凌派，或者直接选其他四缸车型。而蓝鸟的 1.6 升四缸发动机，相信大家就不会有太多顾虑了。再配备上 CVT 变速箱，平顺性毋庸置疑，唯一问题可能就是大家会担心它的动力是否充足。其实仍然是那句话，对于一般家用车来说都是够，而且蓝鸟的油门调节是比较灵敏和轻快的。配置对比，最后的配置对比，由于新凌派刚上市，
暂时也没有太多优惠信息，而目前蓝鸟的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们通过优惠后的价格挑选两款性价比还算不错的车型做对比，其中可见凌派比蓝鸟贵了5000元，但配置也没多有丰富多少，或者说蓝鸟的配置会更占优。总结总得多来说，基于略个性时尚的外观内饰，略靠谱的动力总成，略接地气的配置，略大的优惠幅度，蓝鸟必须是更推荐的车型。而新凌派最大的优势无疑是在空间方面，无论储物空间还是乘坐空间都非常出色，但其实他们却较为一般，价格还算不错，但优惠之后当然更好。